裙属于中高腰，看你要怎么穿都好。我告诉大家，里面没有任何的安全内里，但不需要内里，完全不会走光，它就是刚好是窄裙。再来，这是我们剧院独家的面料，非常棒的弹力布，微微的弹力，不是超弹那种，但是微弹力，而且尺寸超标准，幼儿是穿 S 号来都还有极大的空间。那它这边是做一个有没有拼接的感觉？然后假排扣的部分，整个皮革我只能跟你说，剧院独家选的皮革绝对是好皮革，怎么穿腿怎么瘦，怎么穿骨盆怎么纤细，而且听一下它的声音，它摸起来非常非常的滑顺。屁股的部分呢，有做一个拉链，让我们的身材真的非常非常的好。尺寸标准，买自己的尺寸就好 ，S、M、L、XL， 它还可高可低，它都有很多的空间，让大家自己去收放的部分。然后它又做不规则切割面，上面也是不规则，下面也是不规则。然后呢，它的皮革是有微弹力的。再来，它是做经典的金扣，超级好看啦。